讀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Aga。 這一隻新專輯其實很得意，是做好曬所有歌曲之後，去到拍 album cover 之後才改到這個名字，叫做 Agatha。 我覺得它最特別之處是它的牛仔布其實是用和紙來做成的，所有的fabrics 其實都是紙來的。 At the very first beginning 它由和紙啦，跟住就慢慢翹翹翹翹了一條條的 fabrics 出來，再做這些牛仔褲出來。我覺得這十年裡面每一首歌好像慢慢慢慢編織出來，每一段路都好像音樂帶著我樣，所以我覺得跟它的經歷挺相似，所以今次找了它去幫我這個 Agatha 做了這個 Deluxe 版本。以前自己會將自己最脆弱的部分去收埋佢嘅，咁反而喺呢隻碟裏面可能有一啲歌，例如 Tomorrow 係其實記錄住自己最脆弱、最想放棄兩次嘅 show cancel 嘅時候，最 vulnerable 嘅我係點樣呢？反而喺呢隻碟裏面，我會覺得比起以前，想做一個更加 honest 嘅 artist。我覺得 self care 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一個必需品嚟嘅。喺都市裏面去生活咧，好多時候我哋會等到嗰個界線係去到最邊邊，或者係我發覺喺城市裏面生活咧，好多時候咧都會去遷就咗別人先，就會將自己個界線咧突然間會模糊或者褪到去最後。咁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去 set 嗰一條界線，去好好保護自己嘅內心咯。因為我覺得呢一條界線先至係會令到你become 一個 better me， 一個 better person。我覺得每一個人去 take care 自己或者係 stand up for 自己，其實都要必須。而我覺得有陣時你自己嘅感受先行咧 ，it doesn't mean that 係一個唔好嘅一樣嘢嚟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要留一個小空間俾自己去 take care 自己所有嘢咯。